B 姐傾下偈啦。B 姐睇完我嗰條咧，2000蚊租900尺嘅樓咧，好正。嗰度真係流曬口水喎！嗱，我唔知道大家係咪流曬口水啦，但係我相信咧，好多人都覺得，咦，喂，好似幾正喎！嗱，密切留意，密切留意下一集、下兩集，同埋呢個禮拜六咧都有個節目咧，係帶大家去睇一啲樓盤嘅，去望下先。咁嗰個樓盤咧都幾正下嘅，跟住再睇埋再下一集咧，你就會發覺到，哇！你香港咩生活呢？內地有咩生活呢？你自然地會好似頭先 B 姐咁樣同我講，喂，我真係好想翻嚟喎，慢慢搣都過咗日神喎，係咪？我相信大衛 Sir 啊，過咗疫情咧，好多朋友會翻國內住啊。而家國內簡直係天堂啊，人間嘅天堂啊，真係中國而家真係。冇錯，絕對係嘅。即係我哋見到，我好似我今日睇你個片咁樣話，哇！我睇見我真係，哇！睇到都覺得舒服啊，2000零蚊，2400蚊啫嘛嗰度。咩兩千？係啊，你講港紙係2400蚊。我講過港紙，港紙兩千。港紙嚟㗎，咁即係2000蚊人民幣。唔係，2000蚊人民幣㗎咋，係啊。係咯，哇！三房喎，好似係嘛？我冇記錯。係啊，三房啊。唉，真系正到不得了！哎呀，同你啲老友又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B 姐啊，系大家好啊，大家好啊，系啊，李冠，喂，有冇睇下大卫 Sir 嗰个楼盘嗰个啊？好鬼正啊，真系，系啊，诶，今日就未有时间睇楼盘广告住，今日有其他嘢搞公司，哇，层楼真系正。我哋都好忙，但我哋都好关心啊。不过头先就听你哋讲到有几好，三房2000蚊人仔啊嘛，人仔系啊，跟三间房咧，主人房咧大到无伦咧，里面碌都得，摆张10尺巨床都 OK 啊，因为嗰个间房有成10尺咁阔，你话点算啦？系咪？真系个景观又好、啊，又系新楼、啊，未有人住过、啊。哇！真系嗱，我已经俾我啲终身，哇！有回音喎、啊。我哋喺香港啊，2000蚊劏房都住唔到啊。嗱，最特别一样嘢咧，我已经俾我啲中山朋友咧话：，喂，大卫 Sir， 你适应得好快喎、啊。佢又同我讲话，你翻嚟由旧年8月翻到嚟，而家又翻咗2个月香港，咁翻转头嘅时候咧，你就好似乜嘢都搞掂晒啦。啊、你已經是確定定居了，同埋咧係佢所識嘅人裏面咧最快搞掂五張證件嘅人咯。咩證件呢？第一件事，銀行户口你一定要開，內地嘅銀行户口一定要開嘅、嗯。開咗。係啦，社保你一定要搞，醫保你一定要搞，得唔得？居住證你一定要搞，跟住仲有咩啊？仲有一樣嘢最重要啊，就係車牌啦。系啊，当你有呢五样嘢咧，你就搞掂。呢五样嘢你搞掂晒嗰阵时，再加埋你嘅内地电话卡咧，你真系四处通行，你都唔使愁啊。如果各位朋友，嗱各位朋友，你真系要嚟嘅时候咧，你话俾我听喺个留言区度留言咧，我哋会帮你手，即系点样样去解决内地生活嘅问题啊？呢个好简单嘅啫。可以整翻个咩大湾区达人咁样样、啊。是啊，我是大灣區達人的啦，你叫我周圍帶你去吃東西呢，我其實現在去了10多笪地方，我跟住去8多笪地方的啦，你知不知道？就周圍帶大家去飲飲食食呢，去看一些哪些生活，同埋呢，即是跟大家講，我就買了一輛車的，咁呢輛車呢就好感恩，我就有一位網友呢，就佢有個朋友賣給我的，大家估下幾多錢？即是駕車7人車、啊。我聽你講過，所以我不估。是啊，你不要估啦。我哋聽咗啦。大家估下，7人車啊，當然是假的，7人車不是很大部的，11年車。那部11年車呢，就7人車來的，可以坐7個人的，不過後面的位置窄一點啦。啊，跟大家講不是內地牌子，是日產，啊，日產的11年，行了12萬公里不夠。啊，那大家估下多少錢？哎，估中咗咧就上嚟揾我，几正啊真系！估中咗你送架车啊，好难送喎、啊，系载佢一转，睇下有几稳阵几好。系啦，陪佢旅游啊，送个旅游俾佢一日啊，一日游啊，车佢。唔系，我都会啦，喺即系预备开关嘅时候咧，就带大家去饮饮食食噶啦，同埋大家去即系周围去行下。同埋嘅時候咧，點樣樣？即係你想租屋又得啦，你想買樓又得啦。不過租住先啦。你有時候嘅時候，
你覺得咦呢一、這個地方好好，咁你要睇下情況啦嚇。咁、啊、所以就好正。你話等通關之後要等新特首上嚟喎、哦，好、哎、快㗎啦，新特首好快上嚟㗎，有人答翻咗啦。唉，冇错啦，就系5000蚊人仔，唔使二万。边个咁醒啊？哇，边个咁醒啊？睇下先。五千蚊啊 ，Sandy 妈。系喎 ，Sandy 妈我睇到喎。好多啊，系啊，一花靓都5000蚊人仔啊，系啊。系啊，大家乐啊。5000蚊人仔，真系，真系好感恩，好感恩啊！何生，即系喺度要公开多谢佢，真系，即系俾架咁正嘅车俾我，真系好感恩，系。咁、啊、所以嘅时候咧，即系住又平。我基本上計過條數，譬如我整個三月份的開支，即不要計我仔的學費、啊、我已經是 很豪洗的，尤其是有些朋友要請我吃飯、啊、回禮、啊、我都是洗了12000元人仔不夠一個月，連租、嗯、連車的即入油、啊、停車場費、啊、那些卡卡卡加埋，哇真是是不是是即擺明是不是送給我的，不過很多謝他，真很難得的車真的很便宜，即係減輕咗好大壓力，12000都已經係唔錯嘅啦，幾豪嘅咯。係啊，幾豪嘅啦，都因為我請啲朋友食飯啊嘛，咁有啲朋友嚟到咁照顧我，我都要請下佢哋食飯，係咪？即係回翻禮啊咁樣。咁其實嘅時候就即係上面生活咧，真係好難得嘅。即係希望即係內地咧，我哋見到中央政府咧好照顧香港、澳門同埋台灣嘅同胞嘅。同埋而家又有即係如果你係港澳居民嘅時候，超過60歲都可以攞到200元啦。咁呢啲一來啦，同埋個醫療保險費咧，譬如我而家喺中山度，即係我交嘅保險費咧，即係大家可能聽到都唔信啊！我一年嘅交嘅費用咧係唔超過400元定500元，400-500元包曬你所有嘅醫保啊，包曬你所有一年喎、哦，唔係一個月喎、哦。再講係一年喎、哦，你想知道個詳情咧？我哋大家多啲傾偈，就同大家講點樣申請。同埋嘅時候咧，你最終因為嗰個係住院嘅，當然你可以買藥啦，你可以供其他嘅醫療啦。即係其實咧，我而家就將香港嘅所有嘅醫療保險咧，我退曬噶啦。因為香港醫療保險咧係幾多錢咧？大家估下，因為我咁嘅歲數，大家知道我54歲噶啦，係咪？我香港醫療保險要2000幾蚊一個月，即係相信大家有買開醫保都知道噶啦。咁超過50歲咧，個保險就逐年提升，係咪？咁但係嘅時候喺內地唔係喎，我而家咁樣去睇咧，我睇醫生咧真係好平嘅啫，20元搞掂啊！同埋嘅時候咧，你個醫保得個500元唔使人仔嚇、啊，都係你到後來，如果你真係唔好彩入咗醫院要出院嘅時候，佢保你300幾萬，但係當然啦，係個醫藥費啦。然之後咧，你去俾嗰陣時俾幾多咧？你俾10% 啫。嗯，你話啦。點解有咩理由唔喺內地生活呢、啊、我梗係唔會娶二奶啦，想死咩？唔好咁講啦，國華，你呢個可唔可以不義啫？係咪？唔會，大衛上唔會嘅。我哋依一班人我都好信得過，即係依班兄弟姊妹，個個都正人君子嚟嘅。所以咧，我喺呢個 moment 仲係呢個 moment， 呢個 moment 呢個 moment 真係係啦，德德係咪咧？我哋都好肯定德德係嘅。所以雖然德德未開麥啊，德德絕對係啦，我哋成日喺身邊對住。真的絕對是啊，絕對相信他是啊，真的是北歐消費平過中國啊！哇，中國你真的周圍去，有架車你真的可以周圍去，我而家完全感受到，你又不怕蕩失路喎、啊，因為佢嗰個北斗衛星咧，真的導航得非常之好啊，真係導航得非常之好啊，完全是咧，你可以通行無阻，你不要怕左軚車的問題，左軚車其實冇乜問題嘅嚇、啊，香港係右軚車，但係你慢慢習慣咗揸慢啲咧，其實佢會隨時通知你。又有廣東話的呢一個導航系統、哦，哇！真係啊，阿德德，你幾時上嚟啊？我又諗呢樣嘢啊，我又諗呢樣嘢。A 軍即係咧，其實左軚車同右軚車對 A 軍嚟講咧，都已經冇分別噶啦，因為我已經十年未掂過軚盤。我同你講，我係好開心啊！即係簡直係上到嚟咧，就真係發覺到內地嘅天堂啊！嗱，呢個親身感受啊，完全都係啊，即係完全係。即系第一身嘅感受，即系觉得非常之舒服，真系唔想落嚟啊！完全，唉，不过都要落嚟嘅。今日好多正能量嘢喎、啊，真系啊！净系听到你咁讲，都开心到不得了，真系。开心不得了，快上嚟，得得快上嚟，开麦唔该，得得。佢喺度等紧，点啊？今日有 okay, 好啦，搞掂啦，大家好，大家好。有啊，我都好多嘢讲啊。大把嘢讲，好多正能量啊！吓，嗱，系啊，好多正能量。何议员啊，赠医施药计划。
同埋咧，30号、31号嘅義工行動咧做得非常之好啊！咦，我只貓咧匿咗喺後面，係啦，咁啊辛苦得得啦，阿得得幾時上嚟同我一齊玩下？係啊，講開內地生活咧，其實我自己都喺內地生活咗十幾年啦，咁其實都好習慣嘅。咁啊，上邊生活係的確係特別係而家添啦，嘅各種嘅方便啦，各種嘅安全啦。其實是不錯，真的不錯的，特別是一些大城市有大城市也好，小城市有小城市 的休閒，其實都是不錯的，因為可能香港太多壓力的時候在香港生活，所以呢一想到啊，不知道是上年紀呢，就覺得在內地生活 會舒服一點，譬如我有幾個地方很喜歡，深圳啦、北京啦、成都啦、杭州啦，即如果 我將來要住，我一定是這裡四個城市其中一個城市去住。有些人覺得喂北京不行、啊、北京是兩樣東西不行，第一呢就是天氣 就冷的時候很冷，熱的時候就很鬼熱的，但是、空氣其實已經好很多了已經。第二樣不行就是交通不行，因為很塞車的，因為個個好似大衞城咧，有幾千人又整架車咧，就根本好唔掂啊！大家都有架車，同埋交換得兩架車嘅，因為佢單排雙排，咁單號雙號咁啊，大家兩架車，咁個車都咁實車嘅。係啊，同埋最正嗰樣嘢，我架車咧係粵 A 牌啊，粵 A 啊，可以入埋廣州啊！你知唔知啊？唔使申請，我幾開心啊！我簡直唔係老實講，大灣區任何一個我都覺得好 OK 嘅。係啊，好舒服。好舒服，即係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咧係似翻人過嘅日子咯。譬如我今日又做一次核酸檢測，點解要做呢？因為中山市政府覺得我哋要保障全民嘅安全，所以嘅時候咧就分推做全民強制檢測，又免費做多次啦。咁就可以確定咗咧，社區上高咧就冇呢一個隱性嘅確診者喺度。咁啊，對於即係國家對於人民嘅安排，你話幾好啊？係咪？再加上頭先嘅醫保、社保啊、居住啊，食嘢啊，食嘢都好平啫嘛，即系大家都可能唔知道，我今日同个朋友晏昼食嗰餐食咗几多钱，系咪？我食咗24蚊，两个人食咗两个粉，牛腩粉同埋瘦肉粉，咁啊搞掂一餐啦。今晚我仲抵死，我就食咗6蚊嘅嘢，系啦，买几个包，我就觉得咦都够噶啦，屋企有啲麦皮啊，就咁样食噶啦。我今日總共就食咗30蚊人仔，就食咗兩餐。係我去內地旅行咧，我都試過 lunch 咧係幾蚊咁樣樣食個粉就算。係啊，你根本嘅時候你唔需要大魚大肉，因為你其實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大魚大肉，同埋生活好寫意咯嚇。咁啦，唔好講啲咧流講啲流曬令人流曬口水嘅話題啦，因為好多人都簡直天堂，希望開關咗好耐啦，都開關唔到，咁啊即係你講啲嘢咧。大家流曬口水，你又真係引死人啊！今日我哋講翻下乜嘢啦？我哋嗱呢兩日咧，我哋咧就做義工啦，即係特別係大型吹雞啊！其實義工我哋咧，即係咁講，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民間義工團體咧，其實最早咧就係咧，即係我哋逆行者係最早嘅，因為我哋係即係兩年前已經成立啦，但係同埋今一波第五波咧，我哋係2月中就開始去支援社區，係超越曬所有啲政府部門啊，咩政黨嗰啲，我哋係最先嘅啦。咁咧就同阿何議員嗰度咧一齊去派送，我做咗好多嘢。咁今日咧比較特別啲，呢兩日呢兩日點解特別咧？即係大家可能唔知道，原來全港咧嘅民政咧都係呢兩日吹雞嘅。咁咧就全民咧，基本上差唔多係全民一齊咧，係出去包裝啲嘢。就4月應該理論星期六就4月6日就派嘅。咁可能提早聽日會派啊。咁啊之後派出去。咁咧我哋都有啲體會嘅，即係今次同民政嘅合作，我哋有個體會嘅。首先咧係即係講一講個成個運作係點樣，俾大家了解一下呢。其實好多朋友參加義工，但係佢參加義工，佢唔知道後面啲運作係點嘅。咁我哋成立咗，其實我哋咧就而家我哋管理喺我哋啊逆行者管理底下咧，有500个已經即係 active 嘅義工，即係報名1000几人嘅 active 都500个，即係 data 即係 midday 都可以走出嚟嘅，有500个。咁我哋曾經支援過邊個咧？我哋支援過九龍城啦，我哋支援過屯門啦，我哋支援過沙田啦。咁咧就派出好多義工嘅，譬如一個點我哋可以派100几人、200几人。譬如喺沙田，我哋今日係即係個人次係400人次去咗。咁我哋當然係佢我哋就分一間一間咁去啦。咁有好多義工其實好熱心嘅，你見到佢出嚟，佢梗係希望做全日啦，你特登走出嚟係咪先？
咁但係有幾樣嘢，我覺得真係政府真係應該要檢討嘅。第一，一開波全世界吹雞，點解？我真係好想問呢個問題啊！香港當然其實我哋義工都好多嘅，但如果你想善用啲義工，係咪應該逐個區逐個區去做咧？譬如第一個區屯門做完，兩日後到沙田，我哋義工係騰騰騰騰騰啊嘛，咁啊一班義工可以做咗好多嘢咯，可以。點解要同一時間全世界吹大雞咧？咁你咪鬥大家鬥搶義工咯，啱唔啱啊？好彩今次其實義工都好多，鬥搶都大家都好多義工。第二個問題就係、是、你有理冇理，你又吹雞，原來你都準備不足，你民政事務局你自己都冇咁多料俾我哋包。好似劉君子喺今日朝頭早，我入咗屯門友愛嗰度咧，帶住我的團隊去包，九點鐘開始。十點半已經包完啦，點解唔係我哋停手腳啊？佢冇曬嘢俾我哋包啊！我哋預一日時間嘅，我預係做到六點鐘啊，十點半我已經做完啦。得，周圍去揾物資翻嚟，最後都係十一點鐘就搞掂曬，乜嘢都搞到曬要走啦。得，我有嘢補充噶，係你有睇過嗰段片咧？就係、是、官員們。怎樣去包裝嘢，同埋咧就我哋呢啲真係砌嗰啲義工們怎樣去包裝噶嘛？你又睇嗰段片就知啦。嗰、那個生產嗰、那個包嘢嘅流程咧，我仲記得啊！嗰段片啊，隔離有啲網友啊喺度寫話咩啊？哇！庇護工場都有效率過啲官員啊！嗱，嗰條片咧，佢即係佢用意就良好嘅，但係咧好明顯咧，呢班人咧係唔識得 operation method， 即係運籌學。運籌學咧，我哋睇咧就每一個工序咧。如果最即係咁樣去流水線去做一個工序，其中一個工序都卡住咗咧，就變咗喺佢嗰個就係 weakest link 最弱嘅一環，就會成條 line 俾你拖慢嘅。其實咧，一啲如果要做流水線係適合一啲比較複雜啲嘅過程，譬如你十幾個工序嘅，咁你可以咁做。但係你咁簡單擺兩盒清溫膠囊，擺幾個口罩，擺張 form， 一條友自己做曬嗱。其實我哋好簡單，我哋都冇 follow 嗰個 instruction 啊。我哋 follow 就點咧？一個人就貼咗個膠袋，其他人就入嘢。咁樣其實好高效率嘅，咁我日執垃圾就係咁做啦。嗱，其實我哋咧已經係拖慢嘅，拖慢嚟做啊。但係我係拖慢咗速度可以做幾多咧？我哋係每十秒鐘可以做到一包，每十秒鐘可以做到一包。咁我唔知民政事務局有冇計過，你揾每一區揾一千個義工，每一個義工可以喺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每十秒鐘做到一包，即係一個場。我當你二十張台，即係一秒，即係每十秒鐘有二十包，即係一秒鐘有兩包。咁你計到出嚟咁啊，總共需要幾多物資？需要物資你計到數出嚟噶嘛？咁點解你唔係一早擺定足夠物資喺度俾我哋去包咧？當然我哋冇怨言嘅，我哋做義工嘅啫，即係幫得幾多得幾多。但我覺得喺呢度咧，你睇到個行政效率同埋咧，每一個民政啊為自己嗰條數，而佢哋唔係落心去做好呢件事嘅。我舉個最簡單例子啦，譬如我哋。在我哋取消咗個區啊，屯門區今日我都有去，但係屯門區其實我哋仲有兩邊嘅，有一邊咧我哋 call 咗幾百人，最後咧就取消咗。一開始嘅時候咧，係佢同我哋講，我需要幾多百人。嗱，九龍城又發現咗咁，都有個出現咁嘅情況喎。我一即係某個區啦，唔好講邊度啦，我哋揾咗160人，突然之間同我講取消。某個區咧，我聽日本來有 team 人嘅，又突然之間話我包曬啦，唔使你嚟啦。未層層你就吹大雞，叫曬所有人嚟，好啦。最終你發現咧超過你個容量啦，原來你需要一千人啫，哇 call 咗幾千人翻嚟，跟住咧你就同佢講，喂我唔需要你啊，唔緊要，我哋配合嘅，我哋義工一定配合嘅。問題喺邊度咧？你早啲同我哋講嘛，我哋可以調配人手，我唔使幫你啫，可能嗰個區需要幫咧，我咪調啲人過去咯，啱唔啱啊？即係我覺得整件事咧係冇一個中，即係個集中一個司令部咧去統籌呢件事嘅，每個區自己去做。每個區做法有啲唔同，點解咧？因為我哋今次係做屯門區同沙田區嘛，屯門區包嘅嘢其實個內容咧，同沙田區又有啲唔同嘅喎。咁即是話你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去做呢件事啦，啱唔啱？咁即係冇一個統一嘅人去統籌呢件事啦。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即係今次我哋做幫手見到最大問題，即係我驚怒氣啊！本來有一個區已經 cut 咗我哋160多人嘅啦，我哋要去。好啦，跟住可能講一輪之後，哎呀，好啦，你嗰日得唔得閒啊？你俾20人我啦，可能我又開20人嚟啦。突然之間今日再同我講，喂，唔好意思，我哋包曬喎。你聽日嚟咧，不如咁樣啦，如果你嚟咧，你幫我搬箱。喂，大佬啊，
你搬嗰啲嘢，第一好多係上年紀嘅，有啲義工一把年紀，有好多係女士嚟嘅添。喂，你叫佢做體力勞動嘅嘢去搬，第一係咪合適？第二，你有冇勞工保險？喂，義工啊，雖然義工工作唔係在乎你有錢冇錢嘅，工作冇錢嗰啲係工作，義工都係一個工作嚟嘅，係分分鐘受呢個勞工條例監管嘅。你有冇保險㗎？老老實實，即係唔好求求其其話喂，你嚟到啦，不如咁啊，幫我搬下嘢啦。即係我覺得唔係咁做嘢嘅，你即係好 out of hand， 你完全係事先冇一個計劃嘅。我想問一下大家啦，大家睇直播嘅大家，你大家認為我哋咁樣情況下，政府效部門咁嘅效率下，我哋去抗疫，你覺得我哋會唔會成功啊？即係呢個值得係反思嘅，我覺得係值得政府部門去反思嘅。通過今次咁樣嘅一個大動員嘅情況底下，大家睇到啦。嗱，其實我覺得今次嘅動員咧，如果做得好，其實係一個好大嘅 asset 嚟嘅，因為我哋後邊可能講緊喺六月、七月會仲有全民強制檢測嘅。到時你唔需要義工咩？你需唔需要義工去支援個社區咧？你睇下內地派送什麼人支援啊？我需唔需要組織一個通訊嘅網絡，通過民間去發放你嘅資訊啊？係需要做嘅。但今次我覺得今次大吹雞大動員咧，並冇做好咗呢樣嘢，我前期工作都冇做好，我哋冇令到呢樣嘢成為咗我哋一種資產，可以令到我下一次做得更好嘅。咁啊，議員入嚟啦，喂，議員晚上好。但係我講唔講？我哋做嗰個義工咧，其實我哋就真係揾好多經驗，同埋我哋整個義工嘅管理一個管理系統，每一個人都係覺得我哋做得好嘅。咁我都希望可以分享到呢啲經驗俾其他嘅義工團隊嘅。咁啊，阿議員入嚟啊，議員咧又有一個新嘅義工計劃啦，呢、這個犀利啦！嗱，我講咗先，我有嘢講先，我講少少嘢先，講少少嘢先。嗱，頭先德德問嗰個問題咧，就應該咁樣嘅。如果覺得特區政府咧咁樣樣抗疫咧都會成功嘅話咧，咁啊加二啦。如果覺得唔會成功嘅話咧，咁啊加一，咁就會知道噶啦。好嘛，大家睇一個咧民意調查嘅留言咧，即係俾大家噶啦。意見調查嗰度，咁而家92% 嘅人咧係覺得咧係唔會成功嘅，因為我哋一睇到其實社區嘅動員能力有冇咧係有嘅，真係有嘅。就算是得一個民間團體動用了500義工，還有那個統籌學在這裡，其實的時候我們做事是可以做得很完整的，就不好像特區政府說喂，我們什麼都做不到，其實不是，是我們什麼都做得到，問題是有沒有一個很好的統籌能力，大家都加一了。現在這個就可以看到呢，現在整體上的特區政府呢，不要說做不到，迎難而上，是吧？好 B 姐，沒錯，好，是啊，這些東西都講都講不完。不過今天呢，我反而覺得很多正能量，我想講一些正能量的事。其中一樣，第一樣呢，就是明天4月1號小虎 Sir 正式上班了，我們真的要支持他，很感恩，就是他捱了這兩年，我們默默也在背後支持他，這個是一個好的消息來的。第二樣事呢，我們想在這裡向所有的義工和所有的疫行者，我們要向他們致敬。因為在這兩天裡面，我們這兩天裡面看到所有的義工那團火啊，哇，做事砰砰聲到按不停的，開了腿都沒有的，我只叫他們你們小心一點，不要弄傷自己，砰砰，女人都是這樣，搬些箱那樣東西，哇，那團火真的砰砰做得很快很快，第一天上午11點鐘已經沒有事情做了。為什麼？不夠單張還是什麼？可能他們沒有遇過的義工，原來不用錢做事都好，人們會這麼快砰砰聲不捨身地做的，下午又是即都開，即怎樣說，基本上他們是做不完時間，已經是我差不多是等時間過，即我真的很感恩他們，真的即其實我們民間是有一團火在這裡，有一團火，只要我們的中央，我們的領導發聲，或者好像議員這麼冷正能量的帶領的話，是很多朋友很想寄出來，他們將這團火就發在這個義工的行動裡面，做到砰砰聲，真的按都按不住砰砰聲。還有一件事呢，我都收到風聽主席德哥說，我們很感恩，就多謝匯蝶公益何先生，
真係出錢出力。嚟緊佢哋支持個中醫藥，嗱我講咗先啦，何生，我收到風，我想多謝你啊，代表啲即係弱勢社群，咁就聽聞話係匯地搬益公益咧，就會資助出錢出力幫助啲弱勢社群啊，呢一樣嘢我聽到我忍唔住，我想講求證啊，何生，等阿何生繼續講話俾我哋聽好嗎？好，交俾何生。多謝 Grace， 多謝各位。咁我覺得咧就香港嘅義工嘅力量咧係異乎尋常。實際上誒好多喺社會裏邊咧有呢啲正能量嘅力咧未發掘，只不過就俾阿德咧係逆行者啊，阿 Grace 啊，就係小試牛刀咁樣係發掘咗出嚟。可以話喺浩瀚嘅人海當中裏邊咧，呢啲咁嘅力量咧。如果是可以用得到好的话，用得是有秩序的话呢，真的是香港的福分，不单止香港，全世界一样条道理都行得通。尤其是啲现代化先进地方，不要好似学到美国那些嘅 Los Angeles 嘅 suburban area 啊，咩 Chicago 啊，嗰啲地方。那裡那些就是全部好像走肉行屍，因為吃了一些毒，即是毒品，打了一些針，日頭站在那裡就好像喪屍一樣。其實一個社會進步到是已經好像那些地方一樣，那個不是進步，是叫做衰落。但我們現在就是雖然說年紀，即是那個 age 是慢慢即是老化，但是我们就抱住一种心，就是中国人不同的，我们的儒家思想是幼不幼以及人之幼，老不老以及人之老。我们是可以用这种思维呢，将我们放在一个更加即有用和更加积极的层面。就是阿德他们呢就做了这个逆行者。我就在我们 Project One, 第一个 Project 呢就是匯業公益做一個叫做緊急的救援行動，就送物資包和藥物包給圍困在家裏面家居隔離 的香港人。做起這個工作的時候，哇，一呼百應，很多義工一起幫手，就是這種這樣的互相幫助，就是一方有難百方呼應，這樣帶出這個理念，相當不錯。然後呢我就同立法會裏面21位，連埋我自己啦，就議員咧就做一個叫做感召義工齊護老。咁呢一個就同全香港嗰、那個即係招攬義工嘅計劃竟然同步去做。不過我哋咧就集中係做呢個老人院。咁老人院而家就大概有14間咁樣。我哋每間咧派幾多人，頂籠都係兩個人，但係好多好大部分一個嚟解決佢哋嘅人手荒。哈！你估唔到。呢度竟然有成180幾位義工啊，蜂擁而至，話要幫手，搞到而家我派咧就派唔到咁幾多，只不過係派工率咧，即係出勤啊，派出勤率咧係大概30%，仲有成60%係未能夠滿足。就做緊呢一個工作裏邊兩個星期啫，又有一班義工係醫師啊，好好，佢話：喂，何議員。而家啲老人家係受呢一個新冠病毒困擾咧，實際上中藥咧可以幫佢手。哇！喂，呢個唔係我專項嚟嘅喎，我唔識嘅喎，唔怕，應該係可以做嘅。咁啊點做啊？因為嗰陣時我已經睇到東華啦、浸會啦、博愛啦，都已經有佢嘅私自推出咗嘅中醫嘅嗰個服務，去俾感染到新冠病毒嘅人。咁我話我唔識，我又人哋做開，我又唔好同人爭啊！唔係啊，你而家服侍開嗰十幾間嘅護老院咧，我哋就係好 focus 對住呢班嚟去做。嗱，你諗下，一間護老院平均有70人，咁你十間就已經有成700人噶咯噃。哇，14間咁你就成900至1000啦。你唔使做多嘅，係有需要集中去做，人哋做嗰個層面咧。我哋唔會同人哋會重疊，咁你呢一度成1000個接近咁嘅
長者，你服侍兩百先啦，睇下嗰個感覺如何。我聽完之後，我又冇辦法抗拒，好啦，咁我就應承咗，即係口爽爽，膽壯壯。咁咪應承咗之後咧，由頭至尾度好曬嗰啲嘢，揾咗而家係六位醫師，就十幾間護老院。阿李輝會長啊，嗰啲個都話係好啊，鬼唔好啊，點會唔好啊？我哋出錢，我哋又揾到呢一個咁嘅醫師，咁然後咧就藉住我哋住院嘅義工咧，又可以幫手。嗱，每間護老院咧，佢有護理員噶嘛，就點樣同啲院友啊，頭即係未睇醫生之前咧，嗰三日咧量好血壓，度好脈搏，心跳。看看他體溫，整好曬呢啲咁嘅資料咧，然後咧就上網搖佢去視診嘅時候咧，就已經掌握得到佢個背景、個體質係點樣，然後再落藥。哇！嗰只藥係點樣咧？攞啲現成嘅嗰啲叫中藥果粒，開水飲就得噶。嗰啲叫丹味方，如果開十劑藥俾你，唔係十味俾你，就撈埋一齊就啲熬，佢唔係熬成粉末，係提煉成為粉末，咁又搞掂咯。咁嗱，而家配藥方面咧，我哋上次就同呢個感召義工一講，竟然咧成十幾二十個就話，我都想參加做配藥員喎、哦，啊配藥師啊，唔係配藥員啊，而家樣樣都係嘅 C 級噶啦，由員啊升到 C 級，係嘛？咖啡仔啊，唔好叫人咖啡仔，係咖啡師，咖啡師。而家配藥師咧就做呢一個工作，咁啊成扎喺度。咁聽日咧，我哋就同幾個醫師喺良田嘅村公所。嚟 run 一次執藥係點，同埋搖佢去診病啊！呢、這個義工嘅力量，你唔好唔相信，真係咧，我哋啲義工質素咧，人見人愛，車見車載。去到護老院嘅時候，佢哋嗰種工作嘅熱誠，個個護老院嘅負責人就話：，喂，佢淨係做六天啊，可唔可以再加碼？哇！於是者加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都未肯放人。咁我仲有成班喺度啊嘛，咁塞住嗰個位，咁淨係點啦？即係證明嘅質素好，而且做嗰個護老院嘅嗰個義工咧，佢做得好開心。佢我同佢傾下偈啊，同佢護老院裏邊執下頭、執下尾啊，去攞藥啊，又去廚房幫下手啊。嗱，人生咧就係咁啦，幫人嘅時候咧，原來自己都心裏邊啊個心靈係好好有雞湯，好温暖。好有味道，是甜蜜的。咁嗱，呢一種係咩咧？昔夕我哋香港有好多呢啲銀髮一族，甚至乎咧，好似我咁嘅年紀嗰啲咧，都已經大把多係做咗第一陣工作，已經滿足，而家拋個身去社會裏邊辦事。呢一種人 A 有體有精神，行得走得 B。有經濟的基礎 ，C 佢仔女大曬 ，and D 即係冇顧慮啦 ，D 有大把時間 ，and E 呢啲全部係兩蚊雞活動能力，坐巴士地鐵咁好嘅，仲有可以做到平時日子裏邊或者童年時嗰種咁嘅感覺，喺而家佢嘅歲數裏邊咧，係攞出嚟去。去發揮，去逐夢，咁又識咗好多朋友，志同道合，傾偈又好。嗱，呢一個咧，我就將個信息咧，我哋嘅 Project One 緊急救援 ，Project Two 感召義工 ，Project Three 而家咧就係我打本落去贈醫師藥，醫師嗰度咧佢啊好平，咁我哋匯蝶公益就出錢就俾診金收好平。還買埋呢啲中藥，係先治理200名，將會今個禮拜日開始。呢三個 project 係好好，都係用義工行出一條先導計劃嘅路，然後將呢樣嘢放咗網上邊，俾社會福利處、俾民政事務去用，俾其他嗰啲嘅抗疫連線，甚至乎義工發展局。哇！你話幾好呢？個個都可以咁樣聯繫得到 coordinate， 好似乜嘢？以前我哋上 physics 堂咧，攞嚿攝石啊，喺度燙一燙 ，magnetize 咗佢，有個 polarization， 當堂咧全部咧
嗰種磁性嗰種動力咧係一體化，咁然後就發揮咗好似匯蝶咁樣，少少嘅力量，少少嘅雨點，積少成多，就變成一種集體嘅力量，喺社會上邊可以幫人，又可以幫到自己。哗啦啦，冇得定。所以咧喺呢一度咧就好多謝阿德，好多謝阿 Grace。好多謝大衛上在這一方面給我們的支持，那我們越做就越有這個動力，希望可以再做得越做越成，好不好？介紹完畢。好，還有多謝 A 君，因為 A 君也有參與那個義工的行動，還有的時候得得有多一個局長的職位要做，就是義工局局長，是吧？得得，辛苦你了。個名字我要澄清，要立回正的名字，叫特異功能局。特异功能局，正啊！喂 ，A 君，你讲下你做义工嗰种感觉啦 ，A 君。嗱，就咁样样嘅，真系劲啊 ！A 君咧就未曾 join 得到咧，啊，因为礼拜我要礼拜六日先出手啦，吓，因为平时都要翻工啦。咁咧礼拜六日咧就上个礼拜就咁啱，咁就系我老婆其实不嬲咧都有啲义务工作做开嘅，即系佢系做到啲会长啦咁嗰啲咁样样嘅。哦。咁所以咧。就他搞好那幾樣啦，咁就之前都因為疫情咧，其實停曬嘅。咁啊，跟住咧就去嗰邊就啱啱有個會友啦嚇，咁就係同啲離島嘅老人院有啲 connection。咁所以咧就禮拜六嘅時候咧 ，A 君我咧咁就係陪埋佢哋成班啦，咁就咧就攞咗啲抗疫物資，咁就去咗啲離島嘅一啲嘅老人院嗰度。咁就其實咧，跟住再同啲老人院嗰啲嘅姐姐啊咁樣傾偈啦。咁其實咧就譬如你老人院嗰啲咧，就真係好急需要嗰啲嘅物資嘅，因為個耗量都好大嘅。咁就變咗係即係呢啲都要大家去睇翻啦，咁樣樣。咁啊，當然啦，就聽日 A 君又再出動啦，又係我老婆嗰邊啊，去有啲活動咁樣樣啦。咁同埋咧就另外啦，就香島嗰個嘅義工嗰邊咧嘅籌劃咧，就終於 A 君之前報咗名嘅，報咗差唔多成三個星期啦。咁終於咧，今日咧就打電話過嚟話：，我係邊區嘅，咁啊幾時可以出動？咁樣咁啊都等佢安排完之後，咁啊 A 君就再出動啦。不過咧就 A 君都係嗰句咁嘅，工作所限，禮拜六日我一定㗎，冇問題。禮拜五晚我都撲到嚟。好多謝曬 A 君。咁啊，德德有咩要補充啊？嚇，特異功能局局長。即係我同阿 A 君講啊，就我都好希望邀請你出嚟嘅，但係我好驚住咧，我哋咧一出咗嚟咧，民政會取消我哋啲活動，點算啊？所以我都唔好敢搞啊！而家點解？即係我哋之前咧，之前阿何議員要匯點公益嘅活動，我哋就嗰度就好穩陣啦，就放心，一定會揾你嘅嚇。係放心，禮拜六日記得 call 啊！一定。好，阿德德有咩要補充下？其實即係咁樣講嘅，即係我覺得咧，嗱呢件事咧，我正如我咁所講啦，其實咧係我相信喺個香港社會嘅個結構啊，個社區結構咧係一次即係重大事件嚟嘅，因為咧過往一路以來咧都冇被即係民間呢種咁嘅力量咧係冇被重視嘅，而通過今次咧，我哋咁樣做義工啊，咁樣發動啲人啊，其實對於佢哋大家一種準備嚟嘅，一種 training 嚟嘅。咁大家即係心裏邊知道，哦，原來大家可以為社區服，即係服務嘅。咁我相信咧，政府下屆政府會睇到嘅，睇到呢種力量嘅，最終咧會將呢種力量咧就係一個更有效咁樣去收編啦。我哋咁講啦，收編啦，即係呢個字眼可能有啲負面啦。即係總之係會令到呢種力量咧係成形嘅，而有一種聯繫同埋一個溝通嘅方式嘅。咁咧，我覺得慢慢咧會形成咧，即係種。即係又唔係官方嘅身份嘅，係民間身份嘅街道辦，咁啊即係慢慢會出現嘅。咁早前我寫一篇文章啦，我都話我好 recommend 咧，其實即係林鄭，即係仲有幾個月啦。如果你真係想為香港做啲嘢咧，我覺得你不妨考慮一下，用你最後嘅時間，投放啲資源去培養我哋呢個民間，即係呢個街坊組織啊。令到提升一下我哋係咪有咁嘅力量，將來可以咧經常咧就會做得到啲即係有效率一呼百應嘅事情咧。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係一種國家安全嘅概念嚟嘅。國家安全咧其實有十幾個範疇，其中一個範疇乜嘢咧係呢個衞生安全啊嘛，啱唔啱啊？所以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即係應該要重視，同埋即係如果林鄭係有睇得到
这个趋势咧，系应该咧，即系利用最后呢几个月去帮我哋做。但系我哋都深信，即使林郑呢几个月佢唔会做啊，下一届特区咧都会做嘅呢件事。咁同埋咧，我哋好快又4月15号咯，国家安全教育日咯，议员，不如我哋又搞个论坛，讲一讲咧，今次呢个国家安全同埋呢个卫生安全啲咩关系？揾啲嘉宾上嚟倾下偈啦，有意思啊！喺而家呢个国家安全日里面，我哋当然啦，去年做得系相当好，亦都系第一年。当然我亦都唔会净系做一年啦，所以同事阿 Herbert 同提我，喂，你唔好净系做而家你嗰几个 project 忘记咗我哋定时嗰个国家安全日噶喎，好佢要做，咁啊呢个我哋搞佢好唔好？你好啊，民众联席啊，我哋大家一齐。又做翻個請我哋啲唔同嘅範疇嘅表表姐上嚟傾下偈，分享一下在呢個疫情裏面我哋要點樣關注我哋嘅嗰個國家安全嘅概念。實際上你諗下，都唔好話呢個 Omicron 行出嚟嘅時候，或者你 COVID-19， 好多人對佢唔係認識啊嘛，咁又知道嘅係高度傳染嘅病。好多人就驚咗，失縮咗喺屋企度。咁啊，後嚟睇一睇啊，都唔係應該驚咁交關，尤其是自己係 triple jab 咗啦，咁即係有曬疫苗，咁啊再唔係覺得喉嚨攰攰唔舒服嘅，咪拍兩三粒棉花落去，愛嚟預防咯。咁即係變咗後嚟先至，而家形成咗我哋呢種咁嘅義工，又仲有一個反差就係拗得太耐啊！你變咗一定要走出嚟啦，咁所以有咁嘅良好嘅效果。好啦，嗱呢個經驗咧，值得攞出嚟喺國家安全日裏邊討論。有咩嘢更勝得過就係你自己經歷咗，然後就將呢一個總結下佢，唔使等新政府嚟嘅。實際上，我而家即係回應阿德咧，你如果叫林鄭做蚊都瞓啦，我絕對睇到。屈小姐嗰篇文章，即係啲叫做咩？叫做最後的復仇啊，最後的報仇。你知道，即係人咧就係人之將將死其言也是咁。但係如果你請個工人，你要炒佢啊，你千祈唔好留佢添啊！馬手佢仲整啲鼻屎餐你食啊，口水餐你食。即係你期望我哋嘅特首要做呢一方面嘅嘢，佢淨係講定啊，佢話。下屆政府如果找我翻出嚟去檢討啊，我又樂於去做，睬你都傻啦，陰公！即係我覺得係好鬼多餘，要做啊！而家即刻要做啦。如果等阿德你勸佢就已經太遲啦。即係實際上唔使我哋提啦，係咪？亦都根本唔使咁樣做。不過佢唔做，我哋做。阿德咧就比較咧係人，即係宅心人口，明知不可為嘅，你都要請一請啊！我哋特首去考慮，咁即係俾翻少少 face 佢啫。實際上呢個就我覺得唔需要咯。嗯，同意啊。嗱，4月15号啊，國家安全日嗰日星期五嚟嘅，咁我哋係等通知啦。睇下幾時咧，我哋會開嗰個論壇，咁啊同大家講一講。咁抗疫嘅話題咧，即係好開心。頭先聽到即係大家咁多正面嘅信息啦，同埋可以睇到香港嘅動員能力真係非常之強嘅。即係我哋千祈唔好妄自菲薄。覺得香港是做不到，其實香港是完全做得到的，同意的加一，多謝大家。那我們呢就接下來談另外一個議題，跟議員呢就很有關係的，就是終審法院呢兩個鬼佬法官呢，不好意思啊，沒有任何歧視的色彩啊，只不過是通俗說話而已，就劈炮不撈啊，這一件事的時候其實可以值得跟大家談一下的，是不是啊，議員？對對對，早在2020年的時候咧，我哋630通過咗《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呢條條例出咗台咧，有一個不尋常嘅現象出現。當然香港嘅政治嘅氣氛裏邊有好多就話唔啱啊，應該咁啊，呢條條例啊影響我哋香港自己嗰個法治精神啦，咁講呢啲咁嘅大餐廢話。咁喺呢個7月18号啊，過咗大概兩個禮拜到咧，就呢個叫 Lord Reed。啊，即係何唔係何思義嗰個叫做中文叫咩名話 ？Reed 係兩個官裏邊其中一個啊。咁佢就出咗
嚇蘆葦草咩叫做Lord Reed 啊？唔係嗰個 Reed 係同呢個 Reed 包唔同啊？何之以 Hodge 嚟嘅？咁兩個 Reed 韋燕德 Hodge 韋燕德係冇錯。韋燕德佢出咗一個聲明咧，係好奇怪。佢講話咩咧？香港通過呢條條例咧，我哋係佢以 Supreme Court 嘅阿頭啊 ，the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出個 statement， 咁佢就話對於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咧，我哋表示非常之關注。我哋唔排除啊，即係如果係影響到香港嘅嗰、那個法治嘅理念、司法嘅獨立咧，我哋真係唔排除咧，我哋會離開香港。嗱，呢個係7月18日，2020年。咁我知道呢條友嘅作反，實際上又唔關佢事嘅。是政治的操作，我们读书的时候经常都说政治 和法治应该要分开，我们要看法治的理念，不要用一种政治的有色眼镜去，政治人有政治的那个 agenda 议程的嘛，但法治就是我不理你，我看不到你，我是任何人在我面前呢，我是以法理来去定一个人是对与错，是吗？所以我不是看你，因为你白人我就给几分，你黑人就扣了几分，完全不是那回事。那么当时出了这个 statement， 我知道有落味。那跟着呢，我就在9月27号呢，我等到好迟，不是8月27号呢，我就写封信就给 Chief Justice,Justice Ma, 就马道立。我就说喂马官，这个破这个Lord Reed 呢，他是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我们人大常委通过这条条例 ,Court of Final Appeal 的那个 decision 都讲，终审法院都是受制于人大常委的决定。而这条条例是人大常委定的法例，即是换言之等同了英国的这个西敏寺啊，通过这条例，咁会唔会英国嘅法官会批评西敏寺通过呢条条例系唔合法嘅？立咗法就系成为法律一部分，你法官就要依从呢条法例。咁你呢个 Lord Reed 系我哋香港嘅 Court of Final Appeal NPJ， 咩叫 NPJ？ 非常任法官。你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成员，竟然你是在这里批评呢，是最高的立法当局，还是兼且是终审院的老顶，即是你下级的法官，而批评上级的法官不是。因为我们这个 MPCSC 就是人大常委有两个角色的，在中国里面呢，它是立法的机构，也是呢在香港的立场呢，是终审法院最顶级的，就住香港的基本法的那个 interpreter， 就是去解释这条基本法的最高权威。任何决定都是对下级法院，包括终审法院是有约束性。那你7月18号这个官，当其实他说他以英国这个 president，of the Supreme Court 来讲，但不要忘记你批评的时候是讲香港的这条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你就是要是有 Court of Final Appeal MPJ 的身份，你这样讲是违宪的，实际上法官没理由不知道。那我就投诉给马道立，喂你这条链有问题，你应该看看他，好他好像没有守纪律。咁啊，馬道立法官咧就9月，我8月成28号定26号啊，寫封信俾佢。9月4号定5号咧，佢一個禮拜內咧就答覆我，就話我考慮過啦，覺得佢冇問題。我話知道你咁樣講一定錯，呢條友一定會作反。咁跟住咧，到9月嘅時候，邊條友辭職咧？啊，英國呢兩個法官係在任嘅高等法院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是 serve 香港的。跟住澳洲那个澳洲籍的前这个首席大法官呢，
佢就辭職話：，我唔 do 啦 ，Spiegelman， 我劈炮啦。咁佢劈炮咧，就因為我都唔會飛嚟香港。Spiegelman 做咗呢樣嘢之後咧，佢冇批評，冇喺公開批評，佢純粹就 tender resignation。但係喺報紙裏邊同報章引述就話，因為佢對呢條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係極之反感。是影響了這個 rule of law 啊，這樣說之後呢，這個9月10幾號跟著9月22號呢，有一條友仔叫 Lord Millet， 叫米勒，我們說他叫勒，我們香港米，這個82歲高齡的前上訴院法官啊，他退休之後就在香港做了大概十幾年了。我有一宗 case 就是 before 他，我對他完全沒有 respect。點解咧 ？Court of Final Appeal case 可以自己係可以喐龍門。我有單 case 上打由 Lands Tribunal 土地審裁處上訴庭贏咗之後咧，政府唔服就再上訴到終審院。終審院嗰個 case 係 Lands Resumption case， 由呢一個咁嘅 Lord Millet 去聽。咁佢就話：，樓下法官做錯。咁嘅 formula 唔該，再重新審過。竟然跟住我哋個 case 又落翻下面法官裏邊，土地審裁處裏邊又審第四次，然後輸咗之後上去 Court of Appeal 第五次，唔服再上去第二次上終審法院話：，喂，咩叫終審法院啊？上到終審法院完㗎啦，佢竟然再第一次嘅時候 refer 個 case back to LT 重新審過，審完之後又唔服，一路上。第二次 call 到翻投票，佢咧就講第一次佢嗰個判例嘅時候，唔好意思，我講漏咗啲嘢 ，sorry 咯。而家我再加多幾成裏邊咧，就要將嗰個咁嘅遊戲規則咁樣去改。喂，你係終審法院法官喎，你竟然可以第二次人哋打到上嚟嘅時候，跟你第一次嗰個做法，你竟然話：，上次嗰個唔應該咁樣做，而家我哋定咗新規矩，你要咁樣做。又判我客輸咗，然後再 refer 個 case 第三次喺 LT 度審訊。香港歷史第一單 case 可以連上兩次 court of final appeal， 然後三次喺呢一個 LT 度審訊。咁我客人就話冇得審，連同我哋做呢一個上訴嘅法官嗰個大狀師嗰個叫做。啊，余若海好叻噶啦，因为而家打黄丝啊，焚嗰班民主仔代表政府就系呢一个啦。余若海佢都同我讲，如果而家咁样做法，都冇意思再去审 ，might as well forget about it。哇，就系呢个叫做 Millet， 呢条 Millet 我记佢一世。咁啊，呢个系几时嘅事啊？2007年佢可以喐龙门嘅。到2021年咧，當 Spiegelman 退，即係話我翻澳洲，我唔翻嚟 call 到翻到票。Millet 講乜嘢咧？82歲高齡，83歲，佢話呢條咁嘅 Spiegelman 真冇義氣。佢咁講喎，你走啊，你都唔好咁鬼鼠走啊，你應該叫埋我哋一齊走。呢個叫埋我哋一齊辭職啊嘛！你啲咪死澳洲佬冇吉屎啊！即係又即係你知唔知英國佬其實佢話係即係尤其是呢啲咁高水平，佢嗰種歧視咧係唔會太過著跡，但係個內心裏邊有其實睇唔起澳洲法官啊！你啲澳洲法官做嘢鬼鬼祟祟，要辭職應該叫埋我哋一齊辭職，你自己拔足飛奔先，你真係好冇義氣，就係咁解啊！他批評完之後，冇耐三個禮拜，他拉柴。呢個咁突然，咁突然都唔係突然，都83歲。咁佢即係個人咧，佢自己都唔知 for some reason 咧，佢自己都香菇咗啦。跟住，然後而家係呢一個咁嘅有另一個英國嘅法官，佢就係話。當我個期滿之後咧，你都唔使再續我啦。嗱，呢一種咧係嗰種 Anglo-Saxon 啊，嗯，盎格拉斯民族佢哋對呢一個方面嚟講咧，
係有一種態度嘅，就係、是、佢要跟嗰條 party line。英國嘅利益，而家你睇到阿何之義同埋 Lord Reed 佢哋個 statement 裏邊講話咩咧？並唔係話你哋係喺法治方面有所乜嘢有所變化。我覺得你哋嘅 rule of law 仍然都 OK。Independence of 呢一個咁嘅 judiciary 咧，司法獨立仍然都存在。不過我哋兩條友繼續坐喺度咧，係對我哋英國自己本身 not really in the interest of UK to continue to sit。嗱，呢個就係佢兩個人。咁呢兩個人出咗 statement 之後咧，餘下落嚟仲有一紮 MPJ 噶嘛，嗰啲咧全部咧係退咗休嘅前英國啊、澳洲啊。紐西蘭嘅嗰啲優秀嘅法官咧就話：，佢兩個退休冇問題，佢兩個退出冇問題。我哋呢班人咧睇過，亦都研究過，我哋認為我哋仍然留翻喺呢一個終審法院為香港人服務係恰當嘅。嗱，咁我就讚呢啲。好啦，除咗讚佢呢啲之外咧，又要諗深一層。我就昨晚有感而發，因為呢兩個是在職的英國未退休的法官，亦都坐嚟香港呢個 qualified appeal， 係代表乜嘢咧？原來司法是未回歸的，從來香港司法是從來未有獨立過，一直都是在 colonial time 裏面咧，就係仲係歸屬於英國嘅。我哋唔好講嗰啲退休法官，退休法官過嚟我哋可以請佢。但是在職咁樣嚟坐過嚟咧，係的確好奇怪。所以尋晚我就話咩咧？佢呢兩個在職嘅法官已經唔再坐 call 到 final appeal 咧，就係我哋嘅司法系統正式踏入係自主獨立，係脱離咗即係受英國嘅司法系統嘅牽住鼻子走。所以我從呢個角度裏邊順帶提一提。亦都係時候咧，法官咧係唔需要戴假髮，佢一樣可以司法啊！呢個就我嘅睇法。我同意啊，其實要整體上高有個司法改革，先至可以真正令到香港真正回歸翻我哋自己國家。我今日其實拍一條片，我都講咗，同 A 君都係節目裡面去提過呢一個問題。因為咧，對於我哋每一個香港人咧，我哋覺得咧有冇搞錯啊？你因為英國嘅利益嚇？这个这样的讲法，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看到呢，我真的呆了。喂，大佬，你在香港地这个地方啊，你不是在英国啊，如果不是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做终审法院的这个非常任法官呢？这个我是完全不明白的。好，德德，有什么看法这件事？即是这样，首先呢，这两个说不捞的，即非常任法官呢，其实呢，即大家要留意一件事。他們呢其實是在國安法成立了之後才來香港做法官的，就是說 你不可以說喂，我覺得 你的國安法有問題，所以 我要走啦，剛剛才因為你知道嘛，你來的時候你知道嘛，你不知道，你除了政治操弄你還有什麼可以說的，這是此其一啦，第一點啦。第二就是我哋個傳統，即係個普通法嘅傳統，咪有啲會即係大家同埋一個系統嘅，會邀請一啲德高望重嘅人過嚟做法官啦。咁其實係咪有其他嘅 option 咧？其實有嘅喎，特別係咧，因為我哋華人社會啊嘛。其實我哋係咪喺新加坡或者喺馬來西亞可以咧？你印度我覺得麻麻地啦。啊，印度因為做傳統同我哋都唔多一樣。但我覺得如果佢哋咁多喺華人社會入邊咁多華人嘅，佢對於我哋嗰啲價值觀係比較理解嘅。咁係咪可以新加坡啊？馬拉嗰邊啊，邀請啲法官過嚟做呢件事，我覺得即係值得探討咯。同埋我覺得即係更加值得探討嘅就係，我哋係咪應該請內地法官嚟做呢樣嘢咧？但係香港我哋好特別嘅，我哋一國兩制啊嘛，其實有兩制噶嘛，我講緊。咁我哋當然啦，我哋優勢有啲頭先又話，我哋法律嘅優勢嗱，我唔係法律專家，呢要等下議員去即係更正我啊。我覺得我哋其中所謂嘅優勢就係我用個普通法，就等等人好多，即係好多人咧，大家都容易明白點點點點點。但我哋都唔好忘記，我哋有一個啊，我哋係背向乜嘢？我背向內地噶嘛。咁我哋其實作為一個橋梁嘅，呢個係一個即係內地同世界一個中國同世界一個橋梁嚟嘅。咁我哋嘅 court 嗰度係咪應該咧包含咗兩種 element 會更好咧？即係你大陸法嘅同埋呢個即係普通法嘅兩種結合，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咪呢個方向去，即係啲法律學家可以即係大家研究一下呢件事咧？咁據說咧喺南美洲嗰邊咧，有啲國家咧都係咁樣嘅喎，即係個佢又有啲係普通法嘅嘢，又有啲係啲大陸法嘅嘢咁溝埋一齊嘅喎。嗱，我唔係法律專家，我真係唔識呢啲嘢，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就值得大家去探討呢一件事嘅，即係。大家也不要忘记为什么突然之间在这个时候这两个法官会做一些这样政治动作呢，即很明显是英国政府去迫使他们做的。那我们的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都要思考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一仗，美国呢就一路想拖中国落水，那所以我们是不是都应该 去研究一下呢、这個係咪即係我哋可以睇個大格局嘅情況睇下？喂，其實呢個係咪一個部署嚟嘅？通過呢樣嘢，即係繼續拉中國落去一個即係一個漩渦底下，下一步就要搞中國咧？即係大家都可以值得不妨思考下呢個角度喎，去諗下喎。呢個都可能係國家安全嘅嘢嚟喎。即係我覺得我哋喺個國家安全嘅大局觀入邊咧，要思考呢件事。我哋嘅改革。我哋如果有司法上嘅改革，呢、这個即係法院嘅改革咧，其實應該係一個國家安全概念底下嘅思考嚟嘅。呢、这個就係我基本即係呢件事，我今日一聽完之後，我有咁嘅成嘅基本嘅睇法嚟嘅。即係我咧好希望咧，其實我哋引入法官嘅時候咧，唔好淨係拘泥話一定係普通法嘅法官，都應該諗下內地係咪啲法官嚟可以參考，即係都可以即係做到呢一樣嘢。具體點樣去做咧，我唔知啊。我不是法律專家，交給議員，交給學者，或者下一次請一些學者上來都講這件事，但我覺得方向應該是這樣走法。好，多謝德德。Grace 有什麼看法？ B 姐，我就不懂那麼多法律上的事，說真的，我很老實地說，但是自從2019之後，這兩三年，我們看到有很多事都有可能發生的，很多事都有可能發生的，即是你我們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都沒有想過會去發生這麼多這些事情、很多根本是搬龍門、或者是即是那個立場政治立場大於一切、已經有時有些事覺得好像沒什麼道理可言，在我們的小市民我們這麼多市民的角度裡面呢，即是感覺上我們現在即是一條心除了信國家呢都沒什麼其他夠膽信了，只有國家即係領導香港，即係所有定落嚟嘅嘢咧，我哋只會更加有信心。即係呢個我可以代表我哋好多普羅大眾嘅市民，即係去發聲咁講啊，咁係啊。嗱，我啱啱睇咗田飛龍嘅一篇文章咧，喺產新聞嗰度嘅等，即係放出嚟嘅。咁大家可以揾時間討論一下，因為今日咧，我哋即係大家都要有好多工作要做啦，所以我哋嘅時間唔會做得太耐嘅。尤其是幫我去 host 嗰一位朋友啊，咁嘅時候咧，田飛龍咧就講，原則上咧外籍法官咧可以聘用或者係唔聘用嘅，但係一國兩制下咧，中央授權香港選擇性聘任外籍法官咧，以維護香港普通法嘅地位，同埋咧與國際法理去交流嘅，本來係一種制度性嘅開放同埋合作嘅善意安排，但係英國咧。就以官方的政策定位外籍法官，无论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存在中英谈判时的某一种默契，但是外籍法官的法律身份是不是同埋是不是聘任在法律上只属于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内政，与外国政府完全没有关系的。其实呢这个呢田飞龙所说的就是英国误解了香港的普通法和香港的国际定位，未能夠認識到撤回法官反而倒逼香港實行真正的司法獨立和香港普通法的接地氣的成長，而香港的國際地位不是英國的恩賜或者是維繫，而是中國市場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格局去加以維護的。這一方面我就自己個人很同意田飛龍他這樣所說的，如果同意的話加一，好嗎？那 A 君有什麼看法？
嗱，今次呢一单嘢咧出现嘅时间咧，就正正就系咧英国嗰边啊，咁就喺度做紧个 discussion 嘅。嗱，咁啊，首先咧就讲讲啊两个嘅法官啦，咁就嘅状况啦。咁佢委任嘅时候咧，其实都系2021年嘅1月，其嗰阵咧国安法啊就已经咧系实行咗咧超一半年噶啦。咁即系换句说话系咩咧？如果佢仲话系国安法嘅因素嘅话咧，咁啊真系令人难以信服嘅。如因为系咁嘅，佢哋做呢啲咁嘅位嘅人咧，入嚟之前啲嘢已经公开晒，你冇理由系唔知嘅。如果真系啊，好似你所讲有 conflict 嘅，喂，唔系佢所讲，即系有啲人嘅估计啦吓，有 conflict 嘅话就唔好接受委任啦。咁你做得委任嘅，咁你又知道嗰啲嘅状况嘅，冇理由事后跟住话有问题出现嘅，亦都唔系你应该有嘅理由。好啦，咁至于啦，今次咧出现嘅时间咧又咁啱得咁巧，咁又喺度倾紧嘢嘅，其中咧国会度倾紧嘢啦，即系英国嗰边啦，咁呢个咧就当系一个立法啦。好啦，然之后英国政府嗰边嘅外事啦吓，嗰个成日噏错嘢嗰个姐姐，跟住又话欢迎佢哋咁样去辞职法，咁咧呢个咧行政嗰边啦。好啦，跟住司法部嗰边嘅阿南通文嗰边又喺度。又话支持佢哋咁样去辞职啦，即系换句说话喺老英嗰边啊，就系咧无论系议会又或者系行政，以至司法部门，竟然系同一时间大合唱。喺啲咁嘅情况之下，你话俾我听，如果真系有政治影响到个香岛嘅司法咧，恐怕嗰个政治影响香岛司法咧，系英国嘅政治影响紧香港嘅司法。咁呢件事呢 ,A 君就认为係非常之大件事啦。好啦，另外一点係都有啲资料提供啦， A 君呢都叫做金融界咁样啦。所以有时呢都会跟进下 World Bank 嗰度呢嗰啲嘅评分嘅。World Bank 入面呢就过去近啲十零年啦 ,97 年之前呢我哋香岛法治水平呢係低过老美嘅。近呢几年其实我哋香港个法治水平长期地都是高过老美，所以呢就如果讲话香港嗰个系法律嘅或者系个法庭嗰度系咪有问题呢，香港法治水平系有问题呢，A 君呢就未揾到证据支持话香港嗰边有问题嘅 statement 啦。咁所以呢今次呢单嘢呢系外面呢就黏住咗我哋。咁亦都可以讲话啦，即系呢个就另外一个呢就 A 君估计啊。因为其实英國話要撤出香港，唔淨止係換支旗嘅，咁仲有好多英國嘅利益喺度，但係又擺唔到人喺政府，咁點算啊？其中一個最好方法啦，攣住司法嗰度啦。咁所以呢個咧係 A 君最初懷疑，嗱我冇證據啊，我呢個懷疑嘅啫，就係傾到咧就係要揾英國嗰度要等啲人喺度去睇住最終終審庭嗰度啦。咁呢個 A 君完全係冇證據地懷疑啊嚇。咁但係。到今时今日啦，咁我哋系咪仲需要咁维护英方嘅财团或者英方嘅势力嘅利益呢？咁呢个第一我系抱怀疑嘅。咁如果系话唔需要嘅话，而我哋亦都有足够嘅能力啦，去证明到我哋嘅司法喺全世界度都系有水平嘅，我哋根本唔需要再揾啲咩啊！如果真系要揾呢个外国嘅法官嘅，亦都唔需要揾呢、這个可能最初。定呢个游戏规则嘅时候，系为咗睇住佢国家利益，就好似佢今次辞职嘅时候，佢都有讲系有英国嘅利益因素喺度嘅，吓咁所以咧，我会认为香岛系好值得就住呢个事件作一个咧好根本性嘅一啲嘅司法改革，亦都可以话将司法改革呢个咧，大家都讲咗好多年嘅因素，咁就再次等翻上去俾法律界嗰边去。重新睇翻个 agenda 啦，系好 A 君，多谢晒，多谢晒 A 君啊！我谂起阿议员嘅一句说话非常之出名，拨乱反正，破格求变啊！议员靠你啦。喺今次嘅嗰、那个那个法官嘅离任咧，就大家都已经点出咗嗰个精，就系话系政治操弄。政治凌驾法治，这个呢就英国人他自己是 很清晰地又再次一次展示出呢他怎样去做了灭绝师太，自己要灭绝自己。
咁佢將呢個 rule of law 嘅 concept 咧，就可以話係粉碎。嗱，唔好忘記喺七天前咧，當呢個咁嘅 Boris Johnson 啊，英國嘅首相出席呢一個北大西洋嗰個高峰會議，就住係俄羅斯同烏克蘭嘅個軍事衝突。咁佢哋班北約老美企埋一齊咯。咁啊，亦都係。Boris Johnson 首次咧，自從離開咗 Brexit 啊，離開咗呢個 EU 之後咧，咁佢翻翻去英國，翻翻歐洲嗰度，同歐盟呢班咁嘅北約嘅友人啊，大家都係 charter， 咁咧就喺度開完會就影張相，慣性嘅咁樣排排企。竟然呢條傻佬衣衫褴褛，頭髮凌亂。嗰件衫又瀨瀨，然後突出條藍色太過分地突出嚟，佢就個袋一隻手插住個袋，點解要插住個袋？原來嗰條麥克龍咧就四處同人哋握手，政治係好現實嘅就係、是、你英國第一，屙尿都冇力，嚇、啊、軍事又唔夠強，政治經濟樣樣都冇。咁人哋歐洲嗰啲咁嘅 EU leaders 咧係好現實嘅，梗係同Macron 嚟握手啦。個個見到 Boris Johnson 視而不見啊，見到視而不見，冇人同佢握手。咁呢條傻佬咧，左令令右令令，睇下邊個會同佢係會握下手，做下招呼，竟然一個都冇。嗱，政治就係咁現實噶啦。你有水，人哋會刮你；你有力，人哋會怕你；你又冇水又冇力，乜都冇，仲喺度，仲係瀨瀨啡啡，同你企埋一齊都冇意思。嗱，呢一個係無獨有偶，係咪？絕對唔係一個單一事件，係顯示出英國咧，佢 Brexit 咗之後咧，越嚟越唔知自己嘅地位邊度，摸唔到方向。如果要過呢一個大西洋去美國咧？又太過唔似樣。如果佢真係，我諗如果英倫三島咧，佢有摩打可以開航，就走去美國嗰度咧，佢可以真係成為美國嘅第51個州份。啊，如果有個摩打，佢開咗，佢真係離開歐洲。但係你身處嗰個地方地利嘅嗰個地緣方面嚟講，你走唔甩。但係就一個不行運的國家，連最基本的道理、最地理乜都好，都搞不通。好了，而家咁點算咧？你再看下佢 Boris Johnson 成個 cabinet 嗰種水平，你看佢嗰個外相嗰個貌看不似，即其實我不知道啊。其實女士嚟講做外相咧，有好有不好。好起上嚟咧，個個麻甩佬咧都好 deep talk， 因為你嗲兩嗲咧，人哋會服你嘅。但係如果你次次行到埋去裝呢只槓咁樣咧，哇！你就頂人哋嘅心，頂人哋嘅肺咧，人哋就唔睬你嘅。咁啊呢個咁嘅女外相走到去烏克蘭定邊度嘅喺度批評人哋俄羅斯嘅時候咧，講嗰啲嘢就根本就不完全冇大體。嚟到呢個階段，英國咧都好慘，連自己英國嘅勢力有兩個法官，人哋可以香港俾面你哋坐喺度，你自己話我唔嚟啦，其實假就自己丟嘅啫，係咪先？面係人哋俾嘅，真係佢今次自己拎拎查查都冇。跟住我話俾你聽，我睇英國嘅氣數啊，如果英女王咧守唔住的話咧，又臭皮上去咧，大劑啊！一個中意聞人哋底褲，佢自己同佢嘅佢嘅而家嗰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Duke 啊，唔係呢一個唔係 Duke 嘅 ，sorry， 我噏錯咗，係Lady 乜鬼嘢嚇？佢以前佢有老婆嘅時候，佢已經同呢一個咁嘅女士咧，佢嘅太太咧。都已經電話裏面談情就話，我願意做你嚇 camera， 我願意做你嗰個衛生巾啊，大佬。呢個係英國嘅
英國嘅王儲願意做呢一位咁嘅太太嘅衞生巾喎，大佬真係，唉，真係笑死人！你話英國唔死都幾難啦，係咪先？唉，呢個就係英國嘅政治啦。係啊，即係我哋睇唔到有啲任何前景啊，英國。你睇下，連李家都要去撤離英國，驚遲下嗰陣時咧，連佢都冇面俾啊！咁呢個一定會嘅。其實咧，我哋又覺得英國人好幽默啦，同埋好紳士風度啦。其實我哋只係簡單講一句，即係而家睇到佢真實嘅情況，只不過兩個字可以形容，就係虛偽啦。好啦，嗱，今日嘅時間咧就到呢為止，因為嘅時候咧大家都攰噶啦。咁啊，唔俾大家總結啦。如果總結嘅話咧，我諗我哋12:00都總結唔到噶啦。就咁樣樣，多謝大家嘅支持啊！感謝大家，多謝議員啊！咁我哋咧下禮拜四咧都會繼續做。咁同埋嘅時候咧就預計安排同大家講咧，就國家安全論壇嗰個咧，我哋幾時會開始有啲咩活動啊？雖然我咧就唔喺香港，但喺內地照樣可以參與。多謝大家，拜拜咁多位，多謝支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多謝曬，拜拜。